到好像后尾买起来只阿姨来试一下，两包只系两百，一百块只系好似只系两百了，两百块，好贵，一只买了就咧怪哦，结果吓，你夹怪我去，报错出来不换，红色嘢不换，我就袂使换。真正做想要换？吓啊，大家想要换？两百块哦，两百只系两百了，你都无想要换？一百两百只系，两百只系百了，高，高只系高，高只系贵，五三块嘢只系百了，高块只系百了，高块啊，系咪？我啊，有男的跟我啊，跟我后来，哎呀，现在几点？跟我回头就来，啊，你阿三伯啊，黄金三伯，黄金三伯哦，来，跟我来，我先来，我要介绍都讲过来，啊，就我先来一千来，大只细只嘛，可提几块两三二啊，一只几块两三百多，不少钱来。我靠！一只五只，千块钱，几块钱买？还有一只海狮木鱼哎，一千块钱千。还有一只海狮木鱼没有拿，三块钱五百六，没有人拿。几块钱五百啦？一年啊，五块钱五百六，五百。到时进来，进来，等下，帅有人来，帅有来，帅有来，啊，两只来哦，啊，两只来，帅有啊，帅有人来，这些都是几下来，帅下来，他叫我加一只，只要点出来，点出来，卖开三五下来，点三五啦，三点下来，卖开千下来，千五，弄来两千下来。弄来一千块了，弄来一千了，现在一千块了，所以话一千块，然后将本钱先先先先五百了，五百先五百，所以话是无错啊，五百先，所以免免介绍啦，你试一下先，五百先，新鲜蟹到处蟹啦，所以大家来，来，再接啊，三叠五百，四叠五百先，进来进来啊，五百先五百。然后趁着今日来接货，规大杯啊！然后三五六三百块，还无三百块钱，就像平钱，就平钱。我找要三五下三百块，差一点点三百好不好？对不起，一百二块，差一点点三百好不好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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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两叠来三叠五百，真系四叠五百。所以一人五叠一人五百，五叠一个百真系五百了。五百块真系五叠五百真系五百。诶，五叠五百块啊？四叠五百，五叠五百块。系啊，差不多。想不想无呢？五百真系五百，无得就五百只咯。六叠五百真系。真正做牌，真正想无。你我想你空气啊，真系五百真系五百。一两叠五百，三叠五百真系，四叠五。我哋兩隻個百聽係嗰個，嗰個係，係，係，嗰個真係，所以嗰個真係嗰個，真兩隻真係，兩隻，我百三隻真係嗰個，兩隻嗰個，係，即係我百我哋個，我哋係兩隻嗰個係，五百塊係，好，五千塊係，五千塊真係嗰個係，嗰個真係嗰個係，係，係，我哋嗰個真係，我哋嗰個真係嗰個係。我无食，我都食大条，我食细条。扣蛋扣菜又煮，煮菜啦，你看伊就三十只，无来两来。你即摆卖细条，你讲，即难卖卖细条。无啊，你无咩？你计算啦，计算啦，你讲计算啦，你讲计算啦。可以，那可以，我真系廿零千，可以啦。真系廿零千，我都可以。一年廿零包啊，五百廿零包。好，你唔该，我好嘅，即系做几样包，买过呀，两包先，做几两包先，两包。啊，过来，你无来哦，你做几样？很少来哦，很少偷听。没几个来，几个来，几个来，就是讲我一个来无啊，先，啊就是讲几样。要破门破门破就输掉啦！我讲你啊，一千块外口一千门，再一千块外口一千门了，怎？那是初见不开，初见硬硬初破门哦，就喺落地两百几块，哎，等两百块包好起来，啊，一人贵一千。听你们讲 ，How to write 是我弟哦 ，How to write 包好起来，吃饱睡。
一百了，一年来了。他应该是切错，不也来了？账号了吧？对，昨天过来，拜。到后面过来。张哥，来拜。我讲我，我叫讲骑车，伊个性质你唔赞成我一下，对唔对？这流失了，这流失了来无？这流失啊，这个不是这流失啊，有无？有无哦？这下三百下，到位之下，一二五，一二五，两百，两百，下两百了。对，血就是六片五百，然后有人买到以后，就下次就跟他说，我上次买六片五百，然后可是他卖的忘记了，他就说那苹果吧，你肯丢弃啊吧？苹果，我看你不会那苹果吧？然后客人就说，心情好，冰袋都买了，冰年一片，无我今天买了多少？哎，安尼我你买，安尼我送唔到几箱？啊，免啦免啦，你讲一条吧，啊对对啊。对啦，对啦，买起，我滚起来，搞啥？搞啥？嘿，红烧来无？你在创啥物？我创啥物？创啥？在，啊，红烧在，不然在，那个先八百在，对哦，黄金仓啦，这个可唔好啊，这样红烧我都食，要食个哦，上届买百五块在，要百五两买三百，两买三只在，上四只在，卖开六百，上四买六百在，六百六，五百在，好不？无啦，两个在。五百了，现在五百，五百现在五百六，五百现在，五百五百现在五百五百一股，五百两股，五百现在五百，现在广州来，来无现在，我吃无无多来，两万来，多少？我叫人买两股现在，两三条现在，四三条现在，三百六，三百现在三，三百三百，为啥我现在三百？三百三百，三百三百，昂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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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贵有人啊，有人要吃贵，无要做起来，做起来。这能笑来不？能笑，用不着忘着。大小片有差，真的，但是六片五百超过行情。现在还没有小片，通常是卖六片。我先讲，我先买不着，因为这不刚不等看水源啊。对啦，能打六刀，不等看水源啊，不等你到第二关你看，你看嘞。电梯对得到啊？哎，电梯哦，加，加电个负电啊，接你啊。哦，啊，老人开门哦，伊就安，老人开门就安。阿爸就会发根没，阿爸就会发根没。我就会钓，海参啊，海参木鱼。为了包完，能包了。你带我回家哦。你不会话斋啦，有人问啊。话斋啦。我们不吃，你包两天不用，不吃不包了。哎，你吃，我们就是一吃。来，不吃不包，不包的，不包，只会不包，不会不包。哎，只会包两。清啊，怎么做？你不会清哦。啊，连出价也不要弄个你啦，阿表哥有嘞，阿表现在市场也够超过几百位了，阿你清理来无啊？你白干唔对啊，竟然全世界拢等你，哎呀，我买我买了，那用要买要怎啊？才四百尔，才四百尔。你买买平啊？我只想五百箱，再买下，也不会。五百，三百三百，一百一百，一百买五十个哦。几尾啦？三百抓起来了。同款，五百了，这做头个尾拢无，今日唔是今日只尾尔，系无？对头个尾都同款，咩话？五百了。咩话？咩啦？咩咁样咧？对头个尾拢都是五百，对第一尾卖啊，全部是尾。卖。今日四尾。今日只尾尔，今卖四五尾真系，五百真系好啊，五百。五百块。无吼，OK。五百。OK。今日当只尾两百好不搞尾啊？要钱啊！拜托你，帮帮忙。阿哥啥？这能烧？我就讲一下，这能烧来，原自然能烧来，然后伊能是尿去杀到丢来，这能烧袂食，这活动会得到，你阿要买 ？OK。阿买能烧就啥？这话讲，这里哦，出兵啊，这些你话免阁发啦，免阁发，这爱个甜呀，真系活动你袂照，这些大只你看卖，这几只大个咩样子？大个无？这哦，无个几只大个咩开五百真系，一尾五百，两尾一千真系，两样起真系，尾三只真系，五百了，变一千五百好多。五百箱，五百两，五百好卖，五百，三只五百我要叫，两只我叫，可怜，这排位地方，这排位真，五百箱是吧？来来来，阿伯好，阿伯回来，要叫他结婚啊？四家嘞，靠四家，一只大龙阿不来哦，要几千啊？
母啊母啊。我买嘞，我买嘞。哎，今麦真正哦，真正有。你哪知？你哪知？你哪知有人包鸡买？不是，哈哈哈哈哈！你无遐，你无做人好，你帮人买，迄条好无啦，无嘿。我就做安尼，速结速结，真个嘞。去活动个，去活动个。十点嘛？十点个哦。不啦不啦。下年咯，下年真个，剩三分三分搞几条，搞只伊无啦，搞只。我今我买偌济啦？坐坐过去坡度。我办了，使滴坡度要来个。我使滴。对，五百箱五包嘞，五百箱五包嘞，十五箱四箱五百箱五包，十五箱五百箱五包，来，好嘞，五箱一百了，一包，偷掉，我们就偷掉，三箱两百了，北京两包，北京两包箱两包了，两包好包啊，北京两包，北京两包，我一声，你听袂？无偷油，要一声讲一下无？你左边我话，先唔讲了，哈？一波未完啊！一波还几未完啊？你左边我话，左边啦，早晨见，四至五百，对哦。他是四至五百，不是六至一千，不是啊，是八至一千。喂哦，电话了，几点了？太紧了，火爆了！我廿个包，廿个包。黄鱼啊！黄鱼来，火爆！哇，我这太紧了，我不，不要跟你讲嘛，来，火爆来。对，八至一千，单董套丢，那单董扔起啊，那不是套丢，那是单董的软丝，比套丢还要更贵。然后那一次发起来大概就是一个盘，这一个盘子大吧，一只发起来大概一个这个盘子大。这不是贵，百零八，这超百零，这贵，这不这比百零啊，百零个小来，真系，我保险我保险，这嘛无多来，真系。我等你，无紧，你等我一下，等下先来搞讲我来，我先吸收人气进来。超会领奖，三百年真嘿，三百年嘞，超会领奖嘞。这超会领奖三百年，这免出去了，出去来个。啊，这看到这种多出来，这种多出来啦，哎呀，还五百五百啦。你看一下，超人来，超人来，你超人像哎，超人往前边来，我超人像。你看嘛，啊，这一盘哦。来，来，超人来，超人来，来，这就你不用烦恼他的本钱嘛。起码他就是门口买下，东西要几斤哦，你要离开就该哦。你买就对了。要几斤哦，那么你要赔的钱。他本钱不够是他的事情。请来，请下。本钱不够是他的事情。
昨天买一只软丝就250，一只软丝250是正常价格。正常价格，你在前面有弄？对不？正常的嘛，对不？我对吧？太紧啦！五百。靠腰，好白卖，大只的对不？包括你啊，系啊，你食是看重量，无你看食。啊，若不是嚼到 Q 四，我拢其他拢 Q 四嚼，你得到重量啦。你要看最中间那一盘就是，来，这边去搬啦，这边去后边去搬啦。哎。来，给你哦，找你钱。来。市场行情250，对啊，差不多啊。然后他卖四只500块啊，就是这样子。那个白餐多少？我不会，我。嗯，我觉得我已经，我是，我对价钱我是很习惯的，只是怕你们这种像这种叫卖看久了以后，你们出去买东西那个会落差太大，你们会有点买不太下去，缺点就是这个。你这种看久以后，你们去那个买外面买海鲜，你就会想说，啊，他200，啊，这200，我那边才买130，我才买120，我才买100块，那你就是去外面就很难买东西，这是缺点。啊，但是就是量要比较多一点，量要稍微多一点。大尾只后壁，大尾甲大尾，大尾只后壁。我十年去转来啊。做大尾啊。我十年大只买，大头头两只300左右。啊！这边，这边八点有留言，讲今仔卖400块啊，八点哦。这老啊，中。有哦，有差哦。你差不多够。正常的啊。
过去站去那多钱？哦，开下啦，开下。大家有较少。啊，安尼，阮算成功哦，阮算成功啊！一聚会开下，也不搞起着钱诶，也不叫我听拢无咧。伊也伫趁钱，也伫拉无？真诶哦。今天刚是下中国中一片石木鱼度130，哎，蛮贵的吧？蛮贵的。他这边看了早上的石木鱼度，一包500块，一片50块，是大片的。一片50块。他这边的无锅鱼就是2只150，大只的，有时候三只卖，最近三只都快200块。干啥的啦？你也会啊？就钱无啦，今天这摆，今天这摆面就钱哦。就在那无安怎啊？都一都一张啊，一张尔，那安怎？龙王的石木鱼肚，你有买过，很好吃哦。你女儿不吃鱼，都说她都喜欢吃哦。主要是新鲜啊，主要是新鲜，主要是新鲜。你讲东张，你不是？你讲东张，不是哦，一定对人哦。哎呀，一百，一百，一百呀，五百一个百。百两百哦没有货了，我讲好不好？你那个话真好。好，
一两年前大概还有一个红哥的，我拜了，红哥的虱目鱼肚可以卖到一片60块一次的，超好吃，全台湾最好吃的虱目鱼肚，红哥的，红哥好久没出现。大概几点左右去？你说5层吗？哦，5层哦，5层可能6点就要到了。5层可能6点就要到了。我喂，接下来，我食到对了，条吃就条下来。三八。爸有啊，今天有鲑鱼啊，整只的，右边有还有三只，还有三只，整只回家，整只回家，是汉堡加冰夹，3.5斤吃不完，你今天嘛，无时间吃，你今天米露嘛无啉到呢。我以为货没有很多，为什么空箱子那么多啊？好奇怪啊！iPhone 就可以直播啦、啊，对啊，那其他的呢？其他只是充电跟麦克风收音的，因为这样收音比较清楚，这样子。看起来没有插在这里啊，另外这一个插这边啊，充电是这个啊，上面是麦克风，下面是充电，对。那你那个讲话就可以进去里面吗？对。就等于是在录影，就是讲话的时候也是录影，一样录进去就可以。对。土城，我想大概6点比较刚好，因为我怕你太晚去的话，可能没有好位置可以站。土城是比较特别的，就是他们那个桌子摆好以后，就赶快站好位置，然后就可以开始拿。还有鲈鱼吗？好像没有鲈鱼了。会不会很重？不会啊，就手机重量而已啊，这个很轻啊，就手机重量而已。
你这个是算是固定的哈、啊，如果人家像那个网络也有人在直播，有没有？啊，他一面走一面直播那一种，嗯，是有一样吗？有那个他的配备要什么？因为他有在走路，他就要有拿另外一支三轴稳定器。哦，三轴。那个三轴稳定器就是会配合你走路的，你走路会起伏，但是它三轴稳定器会固定，它不会起伏，它就固定在同一个角度。那叫三轴稳定器，它其他都差不多，其他都一样，只是我这个如果拿来走的话，就会晃得很严重。可是如果三轴稳定器就不会晃，晃动就不会晃。啊、那还要配了那个麦克风吗？通常有，不过麦克风有分成好几种。这个我这个是收环境音，啊，有些是别在身上的，叫主持人型的麦克风，它是要收自己的音。啊，我这个是主要要收他们的音，所以我不能拿那一种。啊，像有些人是他是以自己讲话为主，他就必须要别在自己身上，然后介绍周围的环境，所以那种叫做别在身上型的麦克风，那种比较贵，那个要大概3000多块。我也有，啊，像这个是收环境音的，这个比较便宜，这个大概2300。但是这个膝盖好像不太方便。不会啊，这个出去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怎么的？不会啊，你在这个那个锁起啊，锁起来它就不会动了。对，啊，放在身上还不好放。这个不是放身上的，你那个是固定可以的。好，谢谢你啊。OK。他是五百啦，我三百啦，还平均一百俩。今天我不知道今天后面的空箱子有这么多，有点意外。我觉得今天生意算 OK 而已，算59分，没有到60分。你这个哦，三零五八，看一下现在几点？多盖啊，成功啊 ！OK。OK 啊。啊，今天就这样子哈。我爸。今天就这样子，我也准备要休息了。也让他休息了，准备倒数计时。如果有要来买的哈，赶快过来。好呀。过来。好了，北京啊。还有3只鲑鱼，好丢我啊。北京。别来啊啦，昨天忙不来不弄啊。倒数计时，五，进来吼，莫听伊讲，四，伊讲莫来，你就爱来吼，莫猜疑。三，收播咯，最后面帮我按一个赞哦，按到500个，按到100个，按到500个，按到500个。一，你们明天最期待的土城跟第五市场怎样？我就不一定说土城好，第五市场也很好了，怎样？拜拜，收播。怎样？上礼拜第五市场阿根也卖得不错啊，怎样？拜拜。